四只股票啊嘛，咁就系柏能、西环特钢、中昌国际同埋俄旅啊嘛，咁最多嘅应该都系俄旅啦。四百六，咁之前都哦。系486，咁之前都出咗个 reserve，其实个 reserve 就好靓啦。咁就好似唔知第二个 quarter 系升咗成倍，即系个 profit 升咗好多。咁其实系好受嗰个制裁影响。咁就而家就系都系等翻。睇下继续等咯，咁我估应该暂时就未有啲咩特别 update 嘅，咁我觉得都呢个位都仲等一个，如果到时真系解禁咗嘅话，我觉得上翻3.5，其实都系好 make sense 嘅，我觉得系有可能上翻3.5，如果解禁翻嘅话，咁其实个直播率都好高。